今天是晨晨满月剃头的好日子哦，剃头代表一切顺利，圆圆满满，从头开始。满月剃头有分24天代表24孝，30天代表圆圆满满，40天代表充盈和善。除了这三种时间以外，其实也可以看以理法的好日子剃头哦。剃完头以后啊，还会颁发一张他人生中第一张证书哦，剃头证书。剃头完以后啊，整个很清爽的，圆滚滚的，超级可爱的哦。传家购买宝宝产品脐带章、胎毛章或胎毛笔，有超过2000元，店里剃头活动都是免费的哟。快来找传家为您服务吧，传家等你哦。